化红色。咁我哋一齐俾啲掌声，我哋嘅麒麟队上台先。咁啊，今日我哋有几多只麒麟咧？九只。哇，真系啊！九只，转头数一数，真系好犀利喎！有啊！我哋一齐俾啲掌声，我哋麒麟队先啊！哇，今日咧有九只麒麟噶。頭先記唔記得我問過一條問題？點解我哋今日有九個師傅出嚟表演頭先嘅武術咧？頭先都好似未人答喎，咁不如等我開估咧，就是、因為我哋有九個門派，所以就有九個師傅做一個代表啦。好啦，麒麟咧就已經嚟準備好啦，咁我係咪應該要揾啲嘉賓出嚟做翻啲儀式咧？係啊，梗係啦，我哋梗係要請我哋重量級嘅。本會的大會會長趙式慶師傅和李石蓮主席就上台陪同我們的以下的嘉賓一起做一些掛紅的儀式。首先我們有請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先生。 MHJP 接著本會會長，接住就是康文署助理署长文物及博物馆陈成伟先生。跟住落嚟，我哋有请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馆长何咏诗女士。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周庆华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林锦元博士。深井村村長傅子輝先生。中國香港傳統武術總會會長林振輝先生。陳偉明太平紳士 MH。 荃灣消防區指揮官戴其偉先生。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副主席李潤福先生。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麥敬生教授。香港警察中國武術會會長歐陽國基警司。香港精武體育會永遠會長郭培佳師傅。歐洲客家文化協會朱偉權先生。劉家良導演慈善基金創辦人翁靜晶女士。榮譽會長藍國興先生。榮譽會長劉顯耀先生。我哋一齊俾啲掌聲，我哋嘅嘉賓先。
主禮嘉賓咧，係稍而欲步到台下欣賞麒麟嘅表演。請麒麟隊咧係冇落，繼續喺台上邊先嚇。咁啊，我哋有請我哋嘅所有嘅執委上台影一張合照先。好啦，咁啊，我哋嘅所有嘅執委咧就稍後要報到台上咧，係影翻張大合照先嘅，係同我哋嘅麒麟隊啊，影翻張靚靚先啦。好啦，大家嘅客家功夫嘅朋友咧，揾翻個有利位置啦嚇。所有的幹事啊，執委啊，盡快到台上邊咧，係影翻張合照先啊！呢張靚靚咧就執委啊、幹事啊咁樣嚇。大家望住喺度啊！好啊，好望住，準備，嗱，影多張啊！好，準備。佢補多張嚇，唔好意思，各位望一望。好，大家望住鏡頭。大家望一望我鏡頭嚇，唔該曬。嚟多張嚇，呢邊。女仔講。唔該曬。好。哇，真係啊！俾多次熱烈嘅掌聲。仔仔一堂啊！好，大家稍而欲步到台下咧，就係就坐先嚇。